司马大人，我有啲嘢唔明。我都冇叫你入嚟，你做咩入嚟啊？我想问一下，究竟系边个负责配对管理员同 client， 又系边个决定每一日要派好运同衰运噶？我冇心情，出翻去先。我唔明啊，点解呢个世界咁唔公平啊？陈北豪明明系一个好人，点解我仲要派啲衰运俾佢啊？佢已经咁惨噶啦，点解要由我嚟执行啊？点解要我逼我踩多佢一脚？你知唔知道包秀玉冚咗我一巴？包秀玉话。咁啱我行埋你个位嗰度，咁啱有只蚊飞过，咁啱只蚊飞落我块面嗰度，咁啱佢对蚊又发癫，咁啱佢控制唔到自己只手，所以先至咁啱打落我块面嗰度。你相唔相信咁啱啊？可能真系咁啱咧。呢个世界上边边度有咁多咁啱噶？当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咁啱加埋一齐嘅时候，就已经唔系咁啱，系必然会发生。系包秀玉想打我，所以先至会有咁多咁啱走埋一齐咋。如果你而家仲相信系咁啱嘅话，只不过系你未知或者无知啫。到你要知嘅时候，你自然就会知。最重要嘅就系第二维度边度会有？父母就有心不平咯。爸爸，你做咩着成咁啊？你话咧 ？Everybody，urgent meeting， 司马大人叫我同你哋讲，十五分钟之后开会。响咗啦。做咩啊？又谂紧你个陈北豪啊？谂到失晒魂。边有啫？你仲唔应？我一早就睇得出你对个陈北豪嘅嘢全部都好上心。上次啊，你为咗佢连我电话都唔听，仲差啲搞出事。你仲唔认对佢有嘢？嗰日系佢嫲嫲啱啱过咗身，我又见佢一个人咁可怜，咪留低陪下佢咯。真系冇嘢噶。就算要陪。那個人都不應該是你。你們是不同維度的人，在他的世界你已經死了，你們兩個不會有結果的。哇，這麼有空在這裡吹水的。我都知道最後一天你都不會放過我的了。你都知道男廁有多麼骯髒的了，我這身高肉貴用不慣的嘛，怕找個人去洗得乾乾淨淨的，你要洗到地板反曬光照到鏡才去的。龐耀天，嗯，你一定会为你今天所做过的事而后悔。是啦，快点去买。对不住啊，包包，搞到你被他洗了那么多天，个厕所等我来洗啊。不要紧，他怎么对我就怎么对回去咯。比起洗厕所，他大剂一点。嗯？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秘密，是关于他和庞太的。喂，快啲过嚟睇表演啦！天龙哥抽到边只九十啊！又嚟？坏咗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剧集精彩片段每日不断放送。你唔系仲未 subscribe 啊？记得揿埋个钟仔啦！